光从车位上推到那个你所谓的用，然后上去了就能够用，那地铁水井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叫水井，水井特别重要，你越有地，你这个是靠船，这个是专门的地铁。所以呢，火车是呢，地铁咱拿到的都是相当于什么？火车。Thank you.